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泰国曼谷南部BTS 沿线，它这个是在 BTS 的122站，已经接近海边距离了。这个房子离海边很近，直接海景房，天空泳池、健身房，然后休息室，还有一个花园。这是它的路线啊。这家是这是它开发商。大家想买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啊，还有它的网址。猜猜多少钱？99.9万泰铢起步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北上广深一套房一卖，你要是能卖1000万，你过来，这能买多少房啊？这直接变地主了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打这个电话咨询啊。这个地儿我去过，它这个 BTS 往南部一共有23个站，123是终点站，这个是倒数第二个站。这是它的地理位置，非常近啊，交通也很方便。